3年前，我跟我朋友一起去打羽毛球，在打到一半的时候，我胸口非常的不舒服，感觉好像快不行了，我就马上祷告求上帝让我再撑多一下。到了医院，医生说我是急性心脏病，立刻动手术，这样才保住了我的性命。医生说我的心脏有一部分在很多年前就已经坏死了，我还可以活着根本就是一个奇迹。1年之后回到医院复诊，医生瞪大眼睛看着我，告诉我说我的心脏已经康复了，坏死的部分完全活过来了，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感谢上帝让我的心脏从死里复活。